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小万的世界。法术是很玄的东西，也是很多爱好者梦想追寻的东西，但能看到与听到神佛之人毕竟少之又少，所以就有了很多人在胡乱猜测，信与不信或半信半疑之中挣扎。可在这之中又无可奈何，要是谁都能看到鬼神，这世界就乱套了，也就没有了阴阳天地之分。所以法术爱好者要随缘，不一定能看到就能怎么样，看到也不一定是好事，什么东西都有正反面。再说法术与看到或看不到鬼神也没多大关系，民间那么多法术大师，又有多少能看到鬼神？还不是一样在帮人化灾解难、治病救人，一样特别灵验吗？今天小万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位道长讲述的15个道教法术，这些法术与鬼神无关，但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点赞是对小万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一、静坐心法术。法门万千，所谓玄奇万千，智者难辨，切记不可循数而精。欲得养生静坐之法，即坐卧不拘，凝心和气，手抱太极，闭目下视，意想丹田，舍弃万物，无我无他，静极观照，如闻全响，如沐神光，在尘世如在仙境，闻喧闹如得天籁，静寂一刻也罢，休憩三刻也得，随心随意，尝试久往，自得玄妙。二、搬迁新居简易清扫法术。糯米和食盐一样，1斤半到2斤，入住前晴天上午11点之前，从屋里最里面撒满地面，在门口点3炷香，上香的时候恳请当地土地爷庇护安镇。可以用一次性纸杯装上大米做香炉，香燃完从最里面清扫，用垃圾袋把食盐和糯米装起来，丢到离家至少500米以外。清理旧舍，尤其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可使用。三、补血气法。取带皮干红枣3枚，入口1枚，使劲，枣核不吐，含在口中，以舌搅动，做游龙戏珠状，口中自然生津，津液满吞津而下，意想玉金植入丹田，如此9次，约1刻钟，方可吐出枣核废气。早中晚各1次，可生津养颜，补血益气，滋阴补阳，化解体内之煞气。四、家宅风水判断口诀术。中堂端坐门口望，背后有靠山，门口无泄伤，下厨房上厕所，格局谨记再看窗，无角无棱对家宅，方方正正耀门堂。水火不相冲，隐私无泄密，主客在正位，福运自然长。五、小儿化煞法术。小儿哭啼，在排除身体疾病、衣物不适以及食物问题外，可采用此法。如小儿入夜哭闹不停，进入陌生环境哭闹不停等等，皆因赤子之心。3岁之前，天目未闭，可感觉到不干净的外物影响，套用看起来科学的说法，是负能量的东西。此时可用红色手绳拴在孩子手腕，或将3枚1元硬币或者流通过的铜钱放置在孩子枕头之下，如有条件可将少许朱砂沾白酒涂在孩子额头。另外，很多时候喂孩子吃东西，尤其是果冻类带人工色素的，甚至牛奶等等，孩子抗拒不吃不喝，不要认为孩子挑食，家长硬要灌到孩子口中，不顾孩子哇哇大哭。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是因为孩子对人工激素或化学食材敏感，潜意识下不愿意接受对自身不利的食物，孩子不能说话，只能哭闹抗议。其实孩子比成人更容易看清楚真相，家长应该首先检查食物。6、饮水调气法术。此法适用于静修之人感悟气感静坐前用，适用于工作状态疲惫上班前调和气息用，适用于焦虑失眠者睡眠前安神用，适用于道教课仪前定气用，适用于各种场合提个人气势用。取温水1杯，闭目大口吞入，含在口中，深如龙抬头，分9次徐徐咽下，每次意想至丹田处温热丹田，如此3重，共27次，最后大口饮水直接吞咽，合28宿之术。7、酒店净化之法术。很多朋友有出差或者旅游的机会，涉及到住宿，酒店因为来往人群复杂，很容易沾染一些不好的事物，因此大家要多注意一下这些事。住房尽量不要选择没有窗户或者窗户过小的房间，尤其是女性更要注意阴气过重，
不要选择正对着走廊的房间，更不能选择对着电梯或者楼梯的房间，容易耗财破财。不要选择房间奇形怪状的屋子居住，容易口舌纠纷。镜子对着床的房间不要选择，容易惊魂。楼道阴暗曲直的酒店不要选择。住进之后，首先查看衣柜或者抽屉中，将别人丢弃的垃圾或者脏东西丢进垃圾桶。其次，有条件的可以撒少许白酒在房门口，或者放置红色的东西在床头。再次，感觉特别潮湿或者有异味的房间应该直接换房。再次，夜间受到惊吓，可以双手紧紧握拳，默念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驱除负面能量。再次遇梦魇，梦中异响皆因九天之上金光普照，梦魇如雪遇阳春而化。最后入睡的时候，鞋子不要大头对着床，应该坐在床上脱下鞋子放置好，不应该直接扑到床上鞋子乱飞。八，选住宅区域最简单法门术。崖前庙后不住人，前山后水不住人，三角异形不住人，孤山木林不住人。政府机关门口对着的地方不要选择，经受不住政府的煞气，官为锋利。宗教场所背后的地方不要选择，无论任何宗教，进庙都要朝拜的。住在庙的后面，但是自己又没接受万人朝拜的福气，自然就不合适了。房屋前面近处有大的遮挡物或者山的地方不要选择，容易降低运势。房子后面是路或者水湖河海的地方不要选择，没有靠山。在路的三角地带或者正对着马路的地方不要选择，路如同水冲击运势。奇怪房型的房子不要选择，房子要讲究方方正正，离群独居的尽量不要选择，因为人烟稀少阳气弱，容易造成不利因素。选择住宅楼前一定要自己查清楚以前这块地皮是做什么的，如果是作为墓地的一定不要选择，可以查原来的地图或者老地名是一个判断方式。九，家中供奉神灵禁忌，一般不建议在家中供奉神位，因为有很多忌讳，方法不当反而无益。但是由于很多朋友供奉神位，特将禁忌与大家分享。一，神像背后不可空，不可放置在窗台、厨房、厕所、卧室等位置。二，摆放位置应该略比人的额头高，不能过低，不可放在沙发背后，不可与神像同线而坐。三，不可赤身裸体面对神像，不可在神像前行隐晦之事，如有宴会可以用红布蒙住神像。四，时常清理香炉，神台神龛不可过脏，勤上香火，勤换贡品，供奉不可有栗子、梨子等。五，不可供奉阴间神像或来历不明神像在家，不可供奉陌生人赠送于你的神像，不可供奉别家仙人在家，供奉生人牌位需对方德高望重，否则受不起此等香火。十，诵经之法术，诵经初始之时需有章法，静守静心，沐浴更佳，静时端坐，闭目片刻，平息思虑，静展经文，莫可有轻慢亵渎之心，持诵宝告三重，感恩祖师庇护，发其心愿方始持诵。持诵之时如诵古诗，错落有致，发声有音，天人恭听，善牙出声，熟悉之时随意自然，随处可静，随处可诵。持诵之时如诵古诗，发声自闻，可达妙音，善念滋生，烂熟之时行坐卧眠经由心生，无时不静，无时不诵。持诵之时一念已起，如诵时过，善感群生。以上诸般尽量遵守，莫可拘泥。十一，解签之法术，无论寺庙公关求签，切记一事一签，不可迷乱，不可单求，无事不问签，游戏心态不问签，赌博不问签，不义不问签。解签之时无论谁解，不可迷信，不可盲从，不可听信花钱消灾之说，不可因为解签人的恐吓而自己恐惧，应当明智明心，避免被讹诈。上中下签均可，一是提点，二是警示，不可因善而得意张狂，不可因下而恐惧悲伤，淡然处之，坚定信仰，自然神灵庇护。十二，楼房选择忌讳，忌讳门口直对楼梯、电梯门，尤其是下行楼梯，忌讳入门正对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，忌讳卫生间与厨房、卫生间与卧室、卧室与厨房直接相对，忌讳窗外有尖锐或突出棱角对着房间，忌讳楼间距过窄，忌讳楼盘选择地址为墓地、战场，
忌讳只对政府机关、医院，忌讳在寺庙、道观背后，忌讳紧挨山体，忌讳正对公路。13、安镇土地，更换新居、清理旧居、老人亡故、伤害案件、阴邪事件，可用此法配合清扫房间法使用。非物日50，供果三样分成五份，在客厅中央放置一份，东南西北各放置一份，用5个一次性纸杯装大米，分别上香一支，按照东南西北中的方位，恳请当地土地庇护，持诵安土地神咒更佳。上香完毕，退出房间，半个小时后进入房间，将供果收拾起来，送与街头乞丐或放置在路边让其他人捡走，意为替土地爷享用。供果不可用李子、梨子等。14、安定生活法术，其法极其简单，工具极其易得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识此法之人不愿透露。本法用于更换工作、家庭地址、家中出现变故、事情坎坷多变所用。购买筷子一盒，以木质、铁质为佳，不拆封，放置在衣柜内不动即可，可有助于生活安定，减少波折，丰衣足食。15、夜晚辟邪术，噩梦或鬼压床，默念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圣号，双拳握紧，怒视前方，片刻可解。深夜归家，路遇不明干扰，切记不可胆怯，可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屈握扳拳，拇指压在四指指尖成雷形，掌心向外用力拍出，意向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天尊护佑，雷光自掌中显现，披散不明干扰，如此三次即可。同时可口呼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圣号，以配合此事使用。路遇鬼打墙、迷路、阻碍等现象，可将身上的毛票、硬币丢弃在周围，持诵太乙救苦天尊圣号，丢弃后闭目30秒即可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希望以上这15种道教法术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家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